帅气骑着重机出场，吴宗宪坐在后座开心宣布欧弟回娘家了，欢迎欧弟回家喽！耶、yeah! ！最后才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在宪哥身边才会红。宪哥太旺了嘛，太旺了，真的。原本打算大秀哈雷重机的宪哥，怎么也没想到出发前竟然发不动。没想到我今天这个我的哈雷，因为太久没有发动，又发不动了，又啊！所以现在这个机师已经过去了，机师，哎，对我那一台骑出来啊，你就。我是要让欧弟看看什么叫做车尾灯，真的。哎、然后呢，我却看到一个很凄凉的老头，逼不得已只好找其他重机代替。录制小年夜特别单元，除了固定班底，节目这回还找来欧弟回娘家加入主持阵容，一群人要骑乘机车到金瓜石旅游。对对，嗯，我遐无好处理，那无好处理，你是大，还处理啊？无大安尼啊？嗯。咱就为伊后生先处理啊！阮就请伊后生吃炸弹葱油饼啦！红台主持总是笑料不断，欧弟也预计明年回归要给观众不一样惊喜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